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，叶破，是不是你？啊，说不定飞轮还在生气呢。谁让你写作业抄参考答案，还蠢到把略也抄上去了？可这些题都太难了，完全看不懂啊。燕坡、赤灵风，飞轮警告过我们，不许告诉你答案。小川，你可真是我的救星啊！快说说，超世界又有什么八卦了？八卦是有，好多人知道了你和飞轮灵异组队的事情，但他们都不服气你当队长，还觉得……觉得什么？觉得你实力差，等级低，脑子笨，样样都不如飞轮和灵一。啊！这群家伙怎么能这样小看我？就是，我告诉你这件事，就是想让你证明给那些人看，我的好兄弟秦风绝对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我也想变得比哥哥和灵一更优秀啊，谁能帮帮我？检测到主人的需求 ，AI 小月助手为您推荐全知全能的答案之眼小程序。是否确认下载？答案之眼，难道是可以帮我写作业的小程序？那就下载试试吧。正在下载中，检测到病危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卡了？下载完成，主人，小月会告诉您所有问题的答案，帮助您成为最优秀的人。我可不是要作弊，只是验证一下你下载的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。小月，连一下耳机。好的，主人。小月这就为您播报第一题的解题过程及答案。太棒了，所有解题过程都有，这下绝对不会露馅。主任，超世界正在举办飞车问答大赛，只要赢下比赛，您就能证明自己的实力，而我也会帮您取得胜利。不行的，抄作业也就算了，比赛作弊者什么方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赢。难道您还想听别人说主人您实力差，等级低，样样不如人吗？不，我不想再被人贬低，我也想成为被大家夸赞的强者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飞车问答大赛。这就是你说的比赛？你平时不是最讨厌做问答题了吗？我现在又喜欢了，不行吗？快快快，最后一轮预选赛要开始了，我们快去报名。经过多场预选赛的比拼，场上已经角逐出了多名正确率100%的优秀选手。答题开始，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。来吧。请问超世界的三台超级计算机各自担负着什么职责？等等，让我想想啊，分别负责安全管理，还有……秦风，不要勉强，你这是在耽误时间。秦风，这才第一道题，加油啊！还有什么来着？您还有最后5秒，五、四。抱歉，您需要给出正确答案才能通行。秦风，快想起来啊！安全管理是安全管理、数据管理、应用管理。秦风，没有我你是不行的，别忘了，我们要赢。我知道了。请听好第二道题，比赛形势发生逆转，秦风选手连续答对多道题目，后来居胜，现在位居第一。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秦风一路火速过关，看来这轮比赛的胜出者非他莫属，恭喜秦风。秦风，我好崇拜你啊。秦风，恭喜你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哥哥，灵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是我偷偷告诉他们的，你今天这么威风，当然要让大家都来给你加油啊。秦风，接下来的决赛加油，让我们看到你的极致发挥。秦风，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？我打起精神来，秦风，马上就是决赛了，你证明自己的时刻就要到了。我没有不开心，我只是要证明我不比哥哥和林一差，我一定要赢。第一题，请问超世界发布的任务是根据什么发送到超原护卫？根据就近原则进行发送，
并根据任务的困难等级发送给符合能力需求的超人护卫。奇怪，他们的回答也太一致了吧？应该是巧合。请说出四个存在于超世界中的功能区域：学习区、游戏区、购物区、美食区。超世界这么多区域，怎么他们都只说这四个？飞车问答大赛经过超世界三枚核心的多次检测后，最终确定有选手使用非法外挂，请尽快排除。这不是巧合。我在无人机中植入可以扫描飞车的检测程序，飞轮，仔细看。糟了，被发现了！他们都佩戴有耳机，而且上面都有着相同的花纹。目前这几名选手的答题准确度都是100%。这么说，他们都是通过耳机得出的答案。好的，比赛很快进入到尾声，冠军将花落谁家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时间紧急，我们必须要在比赛结束之前揪出作弊者。如果让他们得到冠军，超世界将损失一大笔金马。就是现在。本次比赛出现作弊行为，我们要进行调查，请各位自己摘下来吧。是我家的 AI 小鱼助手，果然走捷径是没有好结果的。秦风，真是没想到，身为超元护卫居然干出这样的事情。你们这帮家伙每次都要挡我财路，真是一如既往的令人讨厌。看来这个所谓的答案之眼又和你有关。哼，又不是我逼着他们下载的，是他们自己一听到可以免费获得一切答案就高兴地失去了思考能力，这不应该怪他们自己吗？就是，我们只是通过程序中的病毒控制了他的 AI 助手，再用这场比赛诱惑一下，他们就听话地跑过来作弊参赛了。可现在全被你们搞砸了。爆裂出击，爆裂变形！超音刀，给我干掉他们！秦风，别愣着，快指挥作战！作弊的事暂且搁下，快和我们并肩作战！爆裂出击！爆裂变形，焰波，焰波，全力进攻！清风，就凭你也想跟我单打独斗，你也太高看你的实力了。主人，身为队长，你要学会协调队员，共同配合。你还想害我吗？就再信你一次吧。零一，你负责右边。哥哥，从左边进攻。夜破，进攻超音刀的背部，一击制胜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我就是按照小月说的。清风，你以为这是在写作业吗？战斗可没有标准答案。哥哥，现在的我还当不了队长，只能靠你了。大家听我指挥。零一，你指挥白夜，从正面吸引超音刀的注意。超音刀的双刀威力巨大，注意闪避。有本事不要躲，给我正式打一场。秦风，你指挥焰破从侧方进攻，重点攻击超音刀的翅膀，不要让它飞行。赤林风，你从空中进攻，寻找对方的破绽。就是现在。斩风之刃，退后。大小姐，你总算出场了，瞧见了吧，你的计划就是被这群家伙给破坏了。一群贫穷的下等人居然能看穿人家的计划。你和金融是一伙的，你要干什么？主人，下午茶时间到了，
真可惜，今天我们不能一起找乐子了，下一次人家再来找你们玩哦。啊，你就这么放过他们了？不是吧？不行，不许走。不要，清风。清风冷静点，那个人很强，这一场战斗该到此为止了。你的判断是对的，还有你的应变能力和指挥能力也很强，确实有队长风范。由于本次活动出现作弊行为，我们将取消作弊者的参赛资格，并收回他们所取得的所有金马奖励，飞车比赛将重新举办。清风，你身为超员护卫，竟然做出这样错误并且可耻的事，我真的很失望。我以后不会了，我要靠自己真正的实力来证明自己。这件事我原谅你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其实我的作业也是作弊的。什么？你给我回去重新写。我知道了。天上的雪悄悄地响，路边有一个布娃娃，布娃娃，布娃娃，你为什么不回家？人家帮你一把。每天就是收集数据信息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所以呀，人家就给这些邮件加了一点量。我不太明白，父母和子女的这种链接关系是会让人类高兴的吗？啊，那要看这份链接是不是足够紧密了。您究竟做了什么？想必是我改写的这封邮件太催泪了吧。您是写了亲人之间的深厚感情吗？他们不要我了，他不要我了。这些年我为这个家牺牲的还不够吗？要带你带，我带不了。我怎么带？带着他去出差吗？我真的受够了，我也有我自己的人生。你给我站住！他们不要我了，他们不要我了。主人，主人，笑笑已经向超员护卫求助了，我们不做点什么吗？那就让我们准备好迎接客人吧。快看快看，这是清风吗？照片里还挺上镜的嘛。这个女孩是谁啊？她是我们的表妹，叫洋洋。小时候洋洋表妹的爸妈常常要出差，就会把洋洋送来我们家暂住一段时间。后来他爸妈来接他，他都不肯走，可烦人了。哎，清风，你还有裙子呀？这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快翻过去。等一下，来任务了。这次竟然是用户主动发起的求助，求助人叫笑笑。我联系不上爸爸妈妈了，他们不要我了，谁来帮忙？零一，你到哪儿了？你们真是太慢了。笑笑你好，我们是超员护卫，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哥哥姐姐，在现实世界里，我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地工作，一年到头都不能回家。你一定很想他们吧？幸好我们平时还能常常在超世界里见面，他们不能上线的时候也会发邮件，可我今天收到的邮件却是这样的。笑笑，最近过得好吗？
爸爸妈妈这边已经降温了，有没有多添衣服呀？小小，你不在身边呢，我们非常开心。是啊，没有你成天爸爸妈妈的叫，我们别提过得多自在了。所以我们决定彻底摆脱你这个累赘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没错，再见了，小小。这世上怎么会有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说这样的话？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就想找他们问清楚，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。您拨打的用户已离线。这看起来不是寻常的离线提醒，倒像是……像什么？先别急，让我来检查一下。果然有问题，笑笑的信息数据被窃取了，这封邮件是被篡改过的恶意邮件。这么说，笑笑看到的视频是假的？真的吗？我的爸爸妈妈没有不要我，对不对？你拨不出电话也是因为被恶意阻断了。到底是谁这么坏，居然欺负小朋友？搞定，一切都恢复好了。笑笑，你不在身边，我们非常想你。我们都希望能够早点忙完工作，一直陪在你身边。爸爸妈妈爱你。原来爸爸妈妈没有不要我。赶快给你爸爸妈妈回个电话吧。这人是谁啊？你们好啊，臭云护卫。是上次和金融一起出现的那个人。想必你们已经发现这次的邮件问题了吧？不怕告诉你们，就是人家的杰作哦。如果忙完了，不如来人家这边喝杯下午茶吧。附上定位，恭候各位大驾光临哦。走，我们这就去找他算账。等等，这个西萨不打自招就承认了罪行，还主动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我们，其中搞不好有诈。难道我们就不去管他了吗？去当然要去，但要仔细计划。计划什么？没什么。不愧是超原护卫，这么快就修复了邮件，速度惊人呢。说，你为什么要篡改笑笑父母的邮件？我可不是只针对笑笑哦。所有父母和他们孩子之间的通信，人家都进行了截取和篡改哦。你太过分了，这都要怪金融那家伙太笨了，什么都做不好，人家就只好亲自上阵，开启爆裂结界。你们这么做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？人家只是在做好事，干嘛要那么凶呀？这算哪门子好事？小小眼睛都哭肿了。你们不懂，所有离开自己孩子的父母心里都是想要抛弃孩子的，我只是让笑笑尽早明白这一点而已，说到底这是功德一件。什么歪理邪说？你们这种没有经历过的小屁孩当然永远不懂我说的。那就什么也别说了。爆裂出击！爆裂变形！焰波！三打一吗？人家好害怕啊！爆裂出击！爆裂变形！金煞！放心，我一个就够了。嘿！天波！不不不，你们误会了。我没说你们不可以一起上哦，是不是心傻？哼，再多三个也不怕。别小瞧人了，白夜，速战速决。如您所愿。陈林峰，我们也上。好。左边右边一个假动作，上边下边加速度击破。
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！我真的生气了，来吧，爆裂出击！熔岩抓击！哇哦，有两下子吗？人家好久没玩得那么开心了。有不碰，让我来！也不，哼，不堪一击。不知道吗？蝎子的尾巴是最危险的。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强大。池立风，哥哥，都怪我，是我太冲动，太轻敌了。不要过来，危险！现在才后悔，太迟了。星煞，游戏该结束了。啊，我们完全不是他的对手。赤灵风、燕破，你们快走！可是，没什么可是，快走！他们走了，你们可走不掉。星煞，给我上！飞兰，秦风，快上来！白夜，冲！就算被姐姐反噬，也要逃走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不过真是可惜啊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主人，那邮件还要继续发吗？不用了，这几个人可比邮件好玩多了。